我们舍不得你们全班每一个人一起疯，一起玩。我不想让你们成为我的过客，我想把你们当作家人。蓦然回首，我就在那灯火阑珊处等你。来，QQ，宝贝。来，QQ，宝贝。今晚我想来点。Oh baby， 今晚打老虎，跳起来的小家伙。你们很幸运，有一群好同学、好老师，在你国中生涯度过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每一天。你们真的很幸运，因为 Alan 我国中的时候，那时候被霸凌，所以没什么朋友，吃饭都一个人，分组也没什么人要选我。在毕业旅行没有什么回忆，我也很挣扎当初到底要不要参加，所以我当上了领队，是为了要创造每位宝贝在国中毕业旅行的生涯有一段美好的回忆，所以我真的很羡慕你们。你要不要敞开眼睛？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有人没有闭上眼睛哦，破坏气氛就不继续了。这几天相处下来，对我来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客人，我也没有把你们当学生跟领队的关系，我是把你们当自己的同班同学，一起疯，一起玩。我不想让你们成为我的过客，我想把你们当作家人。缘分真的很奇妙，全台湾这么多领队，这么多学校，偏偏我们就相遇了，但马上就要分开了。意味着什么？也许再也不能够见到面了。老师前面哭完惨录一下。也许我们不能再听到彼此的声音了。我很幸运遇到了你们，我很舍不得你们全班每一个人，包括二班、三班的宝贝们。每一个人都是主角，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宝贝，少了任何一个人都会不完整。说真的，你们晚上都很吵，夜都很吵，然后迟到，那我不想破坏你们满心期待跟同学的相处的时光，所以我被骂，我没有去责怪你们，也希望你们开心一点。那 A 让我想许一个小小的愿望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心中为我留一块位置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心中为我留一块位置。每个人在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失落，当你难过的时候，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，想想 Alan 带给你的欢乐以及毕业旅行种种的回忆。蓦然回首，我就在那灯火阑珊处等你。我跟各位说，你不流汗就会留下遗憾，不要忘了我，我永远是你们的 QQ 宝贝。那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无法跟你们联系。那如果你们真的很厉害，啰嗦到我，加我好友，给我讯息。很抱歉，我不能够回复，因为这是我工作的职责。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在心中能为我留下一个位置，不要忘了我，我真的很喜欢你们。QQ， 宝贝。啊，谢谢。好了吗？给我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不谢了，好，对对对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的，这首歌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了。谢谢，辛苦辛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主任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拜拜。拜拜，要记得我哦。拜拜，不要忘了我好吗？
健康长大好吗？拜拜。哦，拜拜。哎，你哭好丑啊！你怎么这样？拜拜。要想我哦。OK， 爱你们哦，好吗？拜拜。我会记得你，我会记得你。拜拜。他想我。他想我。不要忘记我好吗？把我记在你们心里。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的时间真合适。爱你吗？爱你吗？爱你。安安，最后一点都不愿意露给我看吗？因为放美了。什么？没听我的，拜拜。Love you。不要下次。他想我。他想我。他想我哦，要健康长大啊！安安，看我，哎呦，好丑啊！欢迎你们，要想我哦。他哭了，打开来，我看，打开来，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欢迎你们，要想我哦。欢迎你们，要想我哦。欢迎你，要想我哦。健康长大哦。不能心底要刻一个我的名字哦 ，OK， 这首歌送给你们。希望你们以后听到这首歌能够想到我。安安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快点！儿子，拜拜！认识你们，我都很幸运哦。想我吗？还有就好了，公开机。二班、三班的 QQ 宝贝要想我哦。一次喽 ，QQ 宝贝，今晚我想要来点麦当劳冷静炸鸡腿宝贝薯条可乐。OK， 查房喽，今天有身体不舒服的吗？你们都打电话报平安了对吧？我相信你们哦。来注意听，明天早上6:30 morning call， 7:10不带行李到大厅集合，我们要去吃早餐。然后8:00的时候，以房间为单位拿着行李，我们要服役检查做集合上车的动作了。那明天要去义大游乐世界，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好吗？那因为外面有很多社客，所以我们插了爱心小卡之后就不能再出房门咯。 OK， 宝贝晚安，晚安。 OK， 那这么晚了，我肚子确实有点饿。今晚我想要来点麦当劳的劲辣鸡腿堡和薯条可乐。